兄弟们大家好啊，然后咱们今天又来下花篮了，这边还有两个已经三天没看了，咱们过去看看是个什么情况，然后顺便再把这些花篮放里边啊。曾经的霸王点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。然后今天上午风特别特别大，下午风小点了，然后咱们把这条河里再搞上六个花篮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到达现场，我去，空军吗？在那里，在这里，笼子在这儿啊，看看。你说，哎，有货，有货啊！还冒泡，看看是什么货啊？哎，一点小鲫鱼，还有一个小龙虾。我们去看看上面那个货啊，龙虾现在可以了，咱们就逮龙虾啊，下地龙逮龙虾，咱们去看看上面那个网，咱们看看这一笼啊，这个位置还是挺深的啊，然后旁边有一个浅的地方，这边有一个浅的地方，就在这儿，在前边。我操，笼子都给撞偏了吗？哎呀，有货啊，有货！看，看这水花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啊，过瘾！兄弟们，过瘾！两条黄辣丁。然后其他都是鲫鱼啊，还可以啊，这鲫鱼个头，三条黄辣丁，算不算包网？过瘾，太爽了啊！兄弟们，给老弟来个双击，喜欢逮鱼摸虾的话，给老弟留个关注，干他就完事了啊！